5月16号，宁泽涛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和一女生的影子合影，疑似公开恋情，粉丝们纷纷猜测女主也是一名运动员，并且名字里有鱼同音的字，高尔夫球员林希瑜成了很多人猜测的对象。而此时林希瑜正在美国准备参加 LPGA 的比赛，在得知此事后迅速发微博澄清，作为还没有和真人见过面的小粉丝，我准备搬上小板凳和你们一起坐等吃瓜。林希瑜早年就曾透露自己喜欢帅帅的肌肉男，比如宁泽涛，如果说两人有交集，那大概就是都喜爱高尔夫吧。林希瑜作为一名职业高尔夫球员，曾参加2016年里约奥运会，而宁泽涛也是一名高尔夫爱好者，曾在社交账号晒出打球的照片。芒果捞新闻，坐等宁泽涛官宣呀。报道。